就看他释迦牟尼佛看到央杰摩罗杀遐尼济人啊，吼、哦，遐斩啊，大概把酒拢扁啊。佛陀呢，很有爱心的带他到森林，转过来转化他，啊，用放出越爱圆满的爱，叫月亮的爱，这种不变的心态，就算央杰摩罗今嘛很快会得破了，那他还是爱他，这种不畏惧又充满爱的去看着央杰摩罗，那央杰摩罗的990那种杀气顿然不见，升起惭愧心。个鬼也敢和都被对出给，而且从今以后依教奉行。这个要这样去转化。啊，咱即马各位听我安尼讲，你就练习用心对一个人开始。比如讲，即世人内底，即人你同怨恨，啊，你甚至不爱甲伊讲话，你慢慢、慢慢、慢慢让他进入你的心，爱他。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云南生海张一信，就在都海边，家孙慢慢都莫下一百样俄罗斯都新的大户，但是米大厦没莫不当一百样俄罗斯海，阿是都蒙奥斯达伊玛，金沙方一百样俄罗斯，阿是都亚巴海马吉纳达。Mai sama pedang sepayang ngulus hai. Asadu tak dog mau kubit hai ngutus ja. Waminu subuh ngulus mai ngutus. Tasbih dusa, mai mau menas sepayang ngulus hai. Asadu mengau stal ima. Ia apa fai makin nada pimpatu macipur. Acin su matakuna fsya dengan tuk butu pavalencia. Musasu kudi tal ima. Tasbih tau, mai nama impusas sepayang ngulus hai. Madang tangus tu pimpatu macipur.Penudahaf sya masih ningsing keunian ahil tu kapaca. Namah tu melhaipu ken anak tu lukbu. Namah tu amin melhaipu bunun.请收看慈悲心法语。如果你能体会到此刻就在莲花中重生，此刻能端坐在莲花上，那么净土的存在对你来说将不再怀疑。如果借由切断烦恼的粮食，阻止烦恼尽情地进食，我们便正依着阿罗汉的足迹而行。Thank you.
话说，对于蜂群无益的事，不可能对于一只蜜蜂有益。认真与较真，看似一步之遥，实则相隔千里。认真是一种责任心的表现，而较真有点钻牛角尖及斤斤计较、吹毛求疵的意味。与人相处要多一份认真，少一份较真。就打怕没那让战赢过想家喽。对于没有理性的生物以及一切情况和客观事物，你要保持慷慨仁慈的态度，因为你们有理性，而他们没有。也因为人是有理性的，所以更要以友爱的态度对待他们。就打怕没那让战赢过想家喽，让战赢啊。小狗摇尾巴是爱心和感恩心的具体展现，所以被人类钟爱的饲养而快乐地活下去。一拍
在屋檐下安居的只会是麻雀，绝不可能是鹰。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无名和死亡。无名毁坏我们的心智，其对峙是手持智慧剑的文殊菩萨。死亡毁坏我们的身体，其对峙是文殊菩萨的愤怒相阎魔敌。停止这种盲目的追随，你必须不断地去阻挡这无名之流，而这就叫做训练。一切皆不净，即使外表美丽，本身仍然属不净。了知这一点，则能离贪、贪缘和执着。
忏悔像法水一样，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业；忏悔像船筏一样，可以载运我们到解脱的涅槃彼岸。忏悔像草药一样，可以医治我们的烦恼百病；忏悔像明灯一样，可以照破我们的无明黑暗。忏悔像城墙一样，可以摄护我们的身心六根；忏悔像桥梁一样，可以引导我们通往成佛之道。忏悔像璎珞一样，可以庄严我们的菩提道果；情感是由过去的缘分和今生的恋爱所产生的，宛如莲花是从水和泥土这两样东西孕育出来的。历来的高僧大德对身体都不是太执着，吃饭能果腹就好，穿衣能避寒就行，其他的也不是特别讲究。散步时，我们也可以牵着小孩的手，每走一步就感觉好像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
假使你带着目的，你将与花亦无相应，放弃所有的作意和所求，你才有可能与花一体。读经的目的在细念一心，思维法义，这是解门。而称念佛号、礼拜是行门，解行并重能帮助我们超越三界。海涛慈悲基金会，散播慈悲精神，照亮社会角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妇幼、年长者、身心障碍者等都需要被关怀。海涛法师于2019年成立海涛慈悲基金会，秉持佛陀弘化社会、利益众生的慈悲心，积极关怀社会，同时致力于社会净化的工作，监狱关怀、校园讲座等。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欢迎诸位大德加入慈悲的行列，让慈悲的阳光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暖化每一个众生的心。护持账号50416116 50416116，户名海涛慈悲基金会。大家好，我是台北仁济院总院长李龙腾。武汉肺炎在第一线防疫医护人员以及全民的团结努力下，疫情相对趋缓，更获得国际的肯定。提醒国人逐步回归正常生活之余，一定要更落实防疫措施：一、勤洗手；二、维持社交距离；三、避免触摸眼、口、鼻。当民众无法保持距离或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请全程佩戴口罩，降低传染的风险。在外饮食也要注意适当的距离。若出现发烧、咳嗽、味觉、嗅觉改变等症状时，应该佩戴口罩，且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紧速就医。防疫绝对不能松懈，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家园。学佛要为众生而学，为众生而行。
学佛修行不是以个人的喜好来决定。闭关自修，深入经藏固然重要，但更要懂得众生的需要。走入人群，实际帮助众生，疗治众生的身心病苦，才是大乘佛教徒应有的慈悲动力。学佛就是要学习同理心，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伤受苦，同理其他的生命也不希望受苦流血，所以千万不要再将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慈悲爱护一切生命，才会有一个快乐和谐的生活。心中没有怨恨，才是最美丽的心。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的努力修行，为的就是要消除无明、贪爱与嗔恨，达成悲、智、力圆满的佛果。诸佛菩萨是以慈爱与悲心感动了我们，这就是佛菩萨的力量，慈悲为武器，忍辱为力量。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体认众生的痛苦与需要，我们的悲心将会越趋深刻与广大，因为能够完全认知众生的痛苦，所以我们的悲心也将会远离虚伪而真实。